这本离休人关键的报告，其实它是前两集的延续，倒数前三集就是我在人间的离休迷场这本书里面，它是我研究所关于在研究那个离休的内容，它写了大概七十几年来离休人所发生的很多的事迹，不管是灵机的故事，然后还有灵签带的故事，那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有走灵修，为什么要灵动，为什么要会灵山，在这一本七十年来的大调查当中，其实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那在这一本当中，其实主要是要让很多专门在走灵山或者是喜欢走灵修的人去认清一件事实，就是灵修不是只有在灵动，不是在会灵山灵这种所谓的灵子这些，因为透过这些很有名的灵机前辈，你会发现说，其实他们不是只有在那边灵动、会灵、跑灵山，其实他们的自修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那之后的下一本书，灵修、禅定、瑜伽这一本书，其实他所写就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是灵修人最后要回到身体的部分。也就是说，很多人以为说灵修就是要我刚刚提到，就是要点灵认主，要拜所谓的主神啊，或者是说我就是要去哪里会灵山，会我的祖母主神，然后领所谓的无形宝灵子灵令。然后我自己走灵修将近20年，我看了很多人在走灵修，我会觉得说他们一直把灵修当成是一种像电动玩具一样，就是过五关斩六将哦，就是一关接着一关，然后你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就是总是有渡不完的冤魂，总是有渡不完的冤亲债主啊，总是有斩不完的这个妖魔要去做这些事情。在这一本瑜伽禅定灵修的这一本书当中，其实我就是想跟大家来分享，是说灵修人最重要回到自己的身体。你如果没有气，你不要谈说什么转元神，所谓的登灵台，你不要去谈说我要会什么神明，你不要说我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你的气根本就不足。那我在这本书当中，我写了很多关于我自己修炼的方法。那也是想跟大家分享，是说不管是古印度的瑜伽，或是我们台湾所谓的灵动训体，它最终的脉络其实它是一样的，就是回到我们身体的部分。古印度它是讲七脉轮，讲左右脉，讲中脉。那我们的灵修虽然不讲这些，可是我们就是在讲我们的气，讲元神。那中国在讲任督二脉，现在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现在的灵修人，我觉得是比较可惜，就是他完全不谈论身心的变化，只谈论那个看不到的东西，就是神，或是鬼，或是所谓的主神，只谈论这些你看不到的，你摸不着边际的。但是身体的部分呢？那我也看过很多的灵修人，就是已经年纪很一大把了，来找我问事，可能看了我的书来找我问事。身体所有的问题都有，就是糖尿病、高血压，所有的问题都有，但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因为不够认真，或是认为自己就是灵的值不够，或者自己没有办事灵说的天命，所以身体才是那么的糟糕，但他忽略是自己没有把自己身体照顾好。那这一本灵修人关键报告，其实我是前面两本书的总结，就是我这里面写了很多很多灵修人会问的问题，然后他们最常好奇的东西，就是为什么要走灵修，那我灵动怎么办呢，我看不懂天文，我灵动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或者是很多人跑公坛，然后就被骗财很多。那印象当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触发想写这本书，原因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他可能走灵修花了200-300万，他已经家破人亡了，然后他也老了，他没办法工作了，他只能靠朋友。那你听到觉得很可悲，就是为什么有人走灵修可以走到这种程度？那为什么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子？一定有什么问题出现，他们没办法去解决它。那这本灵修人关键报告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告诉你说，其实看起来是别人的问题，可是其实就是大家的问题。那这里面总共写了107个问题，就是主要来回答很多灵修人他们最好奇、最想问，也是一直没有想去回答他，或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这些关键的问题。所以这本灵修人关键报告是前两集的会诊，也是主要在回答很多灵修人的疑惑的一本总结。瑜伽禅定灵修这本书，
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本瑜伽书，其实不是，它是一本灵修人灵机，他在训体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身体的反应，比如说呼吸啊、气，或是所谓的脉那种过程。那你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回归到这个身体部分？就是我们常常会说身心灵、身心灵，但是在灵修里面只谈论到就是只有灵的这个部分而已，就是我刚提到就是点灵认主这个部分，灵无形宝，然后超度冤魂啊，或者是要斩妖除魔，只谈那个灵的部分。可是身跟心的部分是很少去谈论到的。可是很多的灵修人，他开始走灵修，最常发生其实不是遇到灵的问题，是身的问题。比如说在灵动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它，或者是说我觉得我气不顺，我该怎么处理它？那我常常听到人说，哦，你就是呼吸不顺啊，你就是卡掉音，你就是完全在住你不多，或者是说你什么，你没有去点灵认主，所以你的呼吸什么，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把它扯到这个灵的部分。可是其实人在修行应该是身心要平衡的，所以在那本瑜伽禅定灵修这本书当中，就是要告诉每个人，就是当你遇到身心的问题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克服。我是以我的经验去写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其实没有很多的理论，就是我在告诉你我的经验值，我的经验谈。虽然我的身体不是你的身体，虽然我的身体不会跟每个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修炼过程，只要你走的路径是一样的，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就是呼吸的问题、气的问题，很多的问题都会发生。那这一本灵修人关键报告，其实也有人问到了相同问题，就是身体的部分该怎么去处理它。所以其实灵修人关键报告里面，其实又再次的回答很多人关于身体的问题、身体的修炼的问题该怎么去处理。我走灵修将近快20年啊，自从开放问世之后，其实我最常听到人家来问我的灵修问题就是灵修到底是什么，灵修到底是什么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也蛮常人问的，就是说临终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对，你要走到哪里去？就是很多人说我就是该做都做了嘛，可是总是有渡不完的冤魂啊，然后接不完的纸啊，然后会不完的灵山，然后呢，就是灵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的灵修关键报告里面我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灵修最终要回到就是生活的部分的。我们当之所以为人，就是为了不要再来当人嘛，就是没有说我来当人是我下辈子生活很苦，所以我要再来当人的，没有，大部分都说我不想再来当人。那你要解决那个你不想当人的问题，就是你必须要回归到人的问题来解决它。那我相信所有的灵修的问题，或是所有的身心灵的修炼的方法，最终正在去解决你的生活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啊，你的健康问题、你婆媳问题、你的事业问题、财运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每个人都有这些问题。所以灵修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把你架空在那个看不到的世界，它是要让你回归到你的现实生活中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你不够勇敢，你不够的睿智，你不够的有勇气，或者是你太优柔寡断，这些心性上的问题都可以从灵修里面得到答案，甚至得到一些解决的方法。当你得到这些解决方法之后，你再回头来面对自己现实中的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解决你现实中原本的这些，我们把称之为业障好了，就是你过不去的那个点，这个都是可以从灵修里面去得到的。所以我觉得灵修最终目的是你必须要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中，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看过很多很多人走灵修最后发疯的，最后是精神分裂的，或是家破人亡的，因为他只重视那个理的部分，可他却忘了要回归人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要去思考的问题。我印象当中人家来问我的灵修问题，在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我觉得比较不可思议的，就是有人教他的学生就是要拜自己的元神，所以去刻自己的一个神像，刻自己的神像，然后写自己的名字，然后或者是老师会取一个名字说这个是你元神名字，那他就会开始拜这个神像。那后来呢，我才知道说，哦，这个有点类似某一个法门，他们会专门在修自己的元神。那其实我后来会发现说，这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你在拜自己，不就等于是
分裂嘛，因为你还没有死，你要拜自己，这不就是分裂吗？因为你就在你身体，你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嘛。那所谓的修元神，其实在修我们自己的心，因为元神它不是一条灵，它是我们身心灵的汇总，它是我们精气神的汇总，它只是用灵这个字来代表啊，用元神来代表我们自己，但是它不是一条灵。那这一本灵修的关键报告，我觉得里面有个故事，我也觉得蛮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里面提到，就是他的主事者啊，自称是释迦牟尼佛跟药师金母的儿子啊，然后他里面的另外合伙人呢是什么玉皇大帝，然后另外一个会计呢，他自己本身呢是妈祖来转世。那你会看到说，怎么会有人在一个公司里面大家都是神？而且更扯，就是可以把玉皇大帝啊、释迦牟尼佛、药师金母，全部都把他扯在一起。然后他又自称他主事者，又自称说他是释迦牟尼佛跟药师金母的啊、结合啊，这是他的孩子。那这种光怪陆离的事情，听起来会觉得说，那、啊、这个一定是骗人的嘛？怎么可能？就是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佛跟中国的药师金母怎么会生小孩子？然后自称他自己又是啊、是自己又取一个名字哦，叫释幻心。那自己在看这本书，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在回忆这个故事的时候，会觉得说，到底人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你会相信这种明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你相信它呢？所以这本灵修的关键报告，其实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很多我所听到这些不可思议的故事之外，有很多是读者他们亲自的来信，然后透过这些来信，我跟他的互动，会让更多读者去了解说，我们看别人觉得他们很笨，但是一样把这个问题回归到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时候，回归到我们生命，回归到我们灵修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们有自己的迷失。透过别人故事来点醒我们自己的迷失，是我出版灵修人关键报告最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地方。为什么要修行呢？我举这本书里面提到药师金母的回答他就举例，他说就像一颗珍珠一样哦，它沉到了水里面去，它自然而然它就沉到水里面去了。虽然海洋的深度它遮蔽了珍珠的光芒，但是珍珠的光芒并不会因为海洋的深度而失去它一样的亮，只是它被遮蔽了。但是当时间到的时候呢，这个珍珠呢，它自然而然的还是会浮出来，会浮到这个水面上，然后照耀整个大地。那母娘是说，珍珠它往下沉是跟人心一样，人在人世间一定会沉沦的，因为我们很多世俗的干扰。但是当因缘到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被唤醒。那当这个心被唤醒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要去找到一些解决苦的方法。有些人很有钱，可是他的婚姻不顺利；有人他的婚姻不顺利，可是他事业很成功；有人他的婚姻很好，他婆媳关系也很好，可是他的亲子关系或者他的事业并不是那么顺利。每个人都会想要在生活当中的苦的部分能够让他更好，所以母娘说，人不一定要修行，但是每一个人想要从苦里面找到一个安乐的方法，是每一个人心一定会有的过程。所以人不一定要走灵修，但是每一个人一定会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能够让身心灵都平衡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就是修。所以至于你要修到用什么样的程度来修行，你要说没有一定，完全是看你的因缘。如果你上辈子你有佛教因缘，或者是你累世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的因缘，那么在这辈子你可能有这个因缘具足了，这些宗教的力量就引导你再继续走向这个宗教的修行，来解决你现实中没有办法被满足的心性，跟没有办法被满足这些问题。所以人为什么要修行，说出来就是为了解决你没办法去满足的这些问题。所以会想要写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面灵修的关键报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要告诉每一位的读者，是说我们常常会好奇说我的元神是什么，我们常常会去供端或者去问一些所谓的灵机啊通灵人的时候呢，就会说啊，我的元神是什么，我的主神是什么。那这样的状况就是这些人怎么说怎么算，你永远没办法去印证他说的到底对不对。有时候呢，这个人他在灵动，他很像一只鸟，我们会说他是凤凰来转世。这个人尤其是男生，他的灵动很像一只老虎，
我们会说哦，这是什么虎爷来转世，但是这个都只是用形去推测，也就是主事者你怎么说怎么算，但是当事者却没有办法去得到印证，因为永远永远你不知道到底别人怎么说这是对的。你提到这个元神部分呢，其实它必须要回到我的第一本书跟第二本书，我在人间的灵界事件部跟我在人间的我在人间与灵界对话的这两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就是我在灵动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我的元神的长相，我亲眼看到我的元神长什么样子。那我想跟大家分享是说，走灵修不是别人怎么说怎么算，是你能不能够修炼到能够看到自己的元神，看到自己的样貌，看到自己本来的那个样子。当你能够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不管别人说什么，你的心不会再动摇了，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别人怎么说是怎么算，是你真的去感受到。那当你到那一刻的时候，你心是安住的，因为你不再被别人的话所动摇。所以你刚刚提到是看到自己元神很重要吗？我回过头来就是应该问个问题是说，其实看到自己元神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在想要看到自己的心，看到自己元神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花多少心思，而这个心思所得到最后代价是你心里可以得到安住。当别人说什么都不再产生动摇的时候，这个比任何的东西都还要珍贵。左灵修我觉得最可怕就是别人说什么都能够影响到你，而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看到自己元神它是有方法跟技巧的，而不是别人怎么说怎么算。这也是很多人会问我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走灵修？那这边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引导者真的很重要。就是遇到的灵修老师，你遇到的灵机老师，他决定了你后半辈子很多很多。他到底能不能够让你更了解你自己，看见你自己的心，能够让你生活过得更好吗？取决在这个老师他怎么去引导你。那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分享是说，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你值得信任的老师之外，也请你找到一个他信任你的灵修老师。那该怎么找到一个好的灵修老师，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几个观点，那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不妨可以参考这本灵修的关键报告里面关于我怎么知道他是一个真的好的灵修老师，那他的程度他的能力到底好不好，我该怎么去印证他，其实在灵修的关键报告里面都讲很多。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是灵修人真的没办法闭门造车，尤其是你是初学者，如果你像会灵动，你会讲灵语，或者是你有这种气动现象，你想要更深入灵修，绝对不要只是看网络的文章，然后看那些 YouTube 的影片，看脸书的影片，然后就开始就是瞎子摸象，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值得信任老师，老师也信任你，然后跟着他走三年以上，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底灵修到底是什么。那这本书里面有讲很多的灵修老师的一些问题，然后是老师的一些找到灵修老师的一些方法，那这边都可以提供给所有的读者。